推展观光，桃园市府近期在桃机第三航厦咖啡厅装设 4K 高画质摄影机，让民众线上就可以观看飞机起降直播。但传出桃机考量机坪作业可能被放大检视，造成恐慌或困扰，考虑要请市府暂停直播。但市府说目前还没有收到桃机的意见，桃机则发出声明，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会尊重并持续观察。想看飞机起降，不用大老远跑一趟桃园机场，线上24小时全程直播，还有 4K 画质，数百人共同欣赏。这是桃园市观旅局在第三航厦机场咖啡厅新装设的即时影像摄影机。不过现在传出疑似没跟桃机事先沟通，引发反弹声浪，就怕直播全被看光光。不是有侵入到跑道或是机场的营运范围的话，我是觉得没有影响。家长带小朋友，他们下雨天可能没办法出玩，其实在家里就看得到了。到现场不一定卡得到好位置，有时候人多。然后有时候时间不方便啊，或是路程也很遥远。这一次他的声音啊，什么都还蛮立体化的哦。根据了解，桃机近期召开会议，考量直播机坪动态可能让飞机任何情况都被放大检视，造成恐慌或困扰，因此要求市府暂停播放、拆除装置。但桃园风管处强调，线上直播是为了推展观光，而且装设地点本来就有不少游客跟摄影爱好者。那目前我们并没有接到机场公司有关对这件事情不宜的一个反应，那我们也在向这个机场公司来接洽，看看双方是否有一个合作的可能性。所在位置在机场外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顾虑。管制区就是它有很多作业面的问题，可能也有航空保安上的一些作业，它可能是不方便让外界知道太多的。是否撤掉直播？桃园市府话没说死，桃园机场也发声明，在不违法或违反航空保安规定的范围内，机场公司尊重并持续观察，双方保留空间，希望在推展观光跟飞航安全间共创双赢。记者桃园综合报道。